好，换第十三道，现在要换最后一个，杯嘞。Very special cup， 超特别。Lamb Kiddo Pool， 这是什么？我、哦、在空中嘿，这是什么地图？还什么？凶啊！有人打滑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走开，走开！哇、推太多了。等一下，这关的音乐为什么如此安详？这有点怪怪的吧？我把一个人丢出去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把一个人撞出去，我怎么那么有 sense？ 我这人真的是超有那个的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好像会打滑，很好，打滑的时候就必须要赶快减速。大哥，让我开车，我要认真开车好吗？我是一个安全驾驶哎。我发现这游戏还可以甩尾，好酷哦、喔！这样子可以甩尾。好吧，很不稳定转。往前走。哎呦，卡墙！这音乐好优雅哦、喔，然后又有那种先入为主，前面很悲伤，然后后面忽然变得很高昂这样。这音乐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像怪怪的、欸。在这种游戏里面，真的可以放这种音乐吗？我觉得好像并不是很正常。走！喂，我要变第八名了，是怎么回事？这游戏真的完全没有规则啊！先加速啊！你打那个人，怎么没打中？应该是打中，可是不知道被什么力量抵消了。先八道，就是第八道，第八名。哦，全部都给我注意哦！还被炸到！喂，这是不是阿雷森？喂，我想说，我有一个不错的道具，结果还是……没关系，又来喽！大家给我注意哦，最好给我注意哦，这个注意点呐、啊、，Speedy 过去。我怀疑我没办法过半啊，这样也可以，不可以，我怎么一直在卡墙啊？这是什么卡墙关卡哦，大哥，这游戏真的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哎呦，我要被强制停赛了啊，好难啊，超级困难的，没关系，我还是第一名。我怎么一直都是第一名啊？奇怪，我明明玩那么烂。Construction Zone 建筑区应该这样翻哦，随便啊，真的是建筑区。这种地方还在开发，不可以做赛道。反正它是超级特别，有超级特别。反正刚刚停车场都有赛道了，凭什么就不行嘛？对不对？后来变第一名了，谢谢。我翻到我真的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律，就是我每次玩到第一名的时候，它就会莫名其妙变成第八名。这游戏太公平了，可以走上面，也可以走下面，走下面好了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不要！进隧道了。我翻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转的弧度，就是你被闪电电到的时候，好像不会那么高。哇！我看到观众席啊！大哥，哇，我的情绪已经掉下来了，已经比较正常了。忽然就开到观众席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就有点，就是要让我情绪不断的高昂这游戏真的是，开到观众席是怎么回事？那观众头不痛吗？太搞笑了吧！哇呀，人人有攻略啊，这个真的，这游戏太赞了。等一下，那蓝龟是针对我自己一个人啊？等一下，怎么针对我自己？大哥，我这样，你给我这个道具到底是让我来搞我自己，还是来帮助我的？还是我应该要按下？我没有按下的缘故。不要再蓝龟，二连蓝龟已经倒霉，不要再，拜托不要！哦哟，啊，随便啊，我好像丢到后面那个人，
拜一个人，我一直都没有记他的名字，随便。反正就是黑的东东。然后我速度异常的，这一局异常的顺利啊！走啊你，走啊你，怎么到下面 啊？撞了！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车到底为什么还有办法开。管他呢，加速 ，yes！ 有一个无敌星，我不要捡了，我不要捡了 ，yes！ 蓝龟算是弄我自己，二连蓝龟啦，真的二连蓝龟啊，这两个蓝龟在一起嘞。这有点猛，还是有三个，两个，太猛了吧？大哥，两个蓝龟知道怎么搞我？不管了，换下一个吧。Not real， 不真实。哪里有一个赛道是真实的？加速！喂，你的瞬间爆发力真的很好哦！凭什么呀？购物车哦，有没有？购物车被我们超过，啊，被撞回来！加油，要秉持着一个很好的速度，良好的速度。全部要给我注意，全体学生注意！教务处报告啊！教务处报告什么东西？不是教务处吗？学务处广播，有一个人的内裤掉在我们这里，请赶快来拿。这不是我乱讲的，我们学校真的有人掉过内裤，有人掉过袜子，不知道是游泳课还是什么东西吧，就是真的有人掉过，真的有点偏扯。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把内裤放在学校，是真的蛮厉害的。然后我要拿啊！可恶，我本来想拿蘑菇了。拿蘑菇又拿无敌星，会不会那个边有无敌星的效果边冲这样子啊？应该会吧。可是有无敌星不是就会比较冲的比较快了吗？不知道，我记得是会啊，至少 SFC 版会啊。我发现那个 shopping cart 的一个缺点就是，你看它其实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很容易被撞飞。所以看来嘛，还是没有很好，对不对？我要吃，又没有吃到，看来吃是有点困难的事情，应该只能靠自己的力量。然后加上自己拿到的武器之类那个物品也不能说是武器啊。有啊，真的要说这游戏这样也算武器啊，不是吗？先冲啊，你们先，对啦，有没有先冲比较快，对不对？齁、啊、不然等一下就不能冲啊，然后就被你超过来，是不是？齁、冲啊，超越你们啊，这是无敌星。我怎么拿到这个啊？哇，我发现到这样随时肆无忌惮一直冲，好像也是没关系的。这游戏完全没有那个规律啊！你们看，我还超过你们，走开啦，走开啦！真的，走开，拜托，走开！你看啊，大家要超过我，可我本来是第二名的，说。好不容易超过你们了，算了，我也要超过第五名，第六名也好，第五名也好，第六名也好，第六名，哇！我跟第七名几乎是完全几乎是同一个时间踩到那个线上，好可怕啊！管他了，又是第一名了，最后一关了 ，Refracted Light， 这个我学过，这是灵印大刀是什么进去的 ？Boulevard 好像是这样。Boulevard 好像是这样念吧，灵隐大道的意思。然后前面两个字我就不知道是什么，哦，应该是那种彩虹地砖灵隐大道，可以这样子翻吧，不知道随便啦。然后又有下雨，好讨厌，不要下雨好吗 ？Rain go away， 你们全部都去死！有押韵的，好像。I wanna get first grade, rain, go away, 噔噔噔。国小教过英文的儿歌，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儿歌，这应该是那个婴儿在听的，很鸟的那种歌。先生，你出去，你出界。
欸，可是我莫名其妙就飞到这边来了。我莫名其妙变第八名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是我跳到原本的赛道去？哇，真是哦！刚刚路在那边，然后我跑到下面了。哦，难怪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有这个东西了。加油啊，加油啊，你可以的！炮弹，炮弹，加油，炮弹！啊，是不是？管他，我变第五名了，也已经有比刚刚超越啊！这已经是一个突破了。然后不要再给我蓝龟，我要影响到人。我跟你们讲，没影响到人就算了。然后这个也有够操作，有够烂。没关系、啊。这个很可以，这个很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啊，这个是超越。没问题。这结果没有很好，但是还是可以的，我们还是可以的。尽管有一点曲折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赢过我们人生的这个力量啦。我到底讲什么啊？我最近戏份很多哦。没事啊，这样都可以玩到第四名啊！炸弹怎么掉下去啊？完全。哦，其实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摇杆推到底，它真的是转很多。我要吃五级星，哎、欸，谢谢。然后全部都给我，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全部都给我电，走开啦！走开了，全部点哦，变第一名了，谁敢搞我啊哈？哦，全丢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精力按下，要追我，然后没有，没有，他还是有啊，讨厌，哎，我都掉下去了，你才打，我超越你。照常我在最后这个赛道得到第一名吧，好不好？拜托啊，有一点机会给我，哦，看得出来我们玩这种鸟游戏也是有点小问的哦，有点小问才可以过去。哎、欸，大哥，跳跃过来，很好，加速，啊，不要再。乱丢一通，不管了。Speedy 要超过我啊！不要撞！哎、欸，你要超车可以，不可以撞车好吗，大哥？你可不可以有点礼节？有一点礼节啊，大哥！大哥，这个开车礼节是很重要的。你们为什么我丢？我要完了，我应该玩不到第一名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好像也不能心灰意冷哦。我刚刚就是那样莫名其妙变成第一名的哦。不可以心灰意冷，还是有机会，好吗？哎呀呀呀，有没有？有时候就遇到这种鸟时候，就可以冲过他们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又变第五名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们俩赶快互相残杀，是这样残杀，拜托！有一个蘑菇，我要吃蘑菇啊，没吃到，可恶！赶快这样残杀，我不要下去，哦，不要再点了。第三名也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！第三名也可以，我怎么丢？哎、欸，这次都拿到这个，还是可以啊！啊，竟然没拿到，哇，完了，我玩拿不到第七名，讨厌！啊，真是玩的超烂的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是第一名哎、欸，真神奇，跟 Speedy 正好差两分而已，没关系，还是第一名。太漂亮了，我们16个赛道都玩完了，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是第一名。就是你知道每一关玩起来都感觉很烂啊，但是呢神奇的就是最后的总分出来竟然会是第一名这样子。好啦，那这就是一个今天分享的一个很特别的游戏。好啦，这真的很疯狂，然后也还蛮好玩的，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网络上面查这个 Logan Card 8就可以找到这个游戏的免费下载哦，对，这游戏是免费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下载。OK， 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就玩到这边结束。那这边喜欢我们就按下喜欢或者订阅。OK， 我们下个废片再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